小朋友刚进入小学，还不适应小学生活，然后而且有些人第一次接触数学，甚至还有人讨厌数学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想要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让不会数学都会数学，然后讨厌数学的。数学卡让学弟妹可以轻松的学会数字的加减还有形状。就是维中负责来设计牌卡，还有监督我们制作，然后请我们三除了维中以外其他三个就是帮我我们制作牌卡，还有开卡的规则。用低年级的角度来看数学，并且教学他们。要检查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假如没有检查的话，那可能那个颜色全部都不一样的话，那就是会不太那个，不太协调。好，就是说，我一听到要做牌卡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兴奋，因为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设计牌卡，很开心，因为没想到我们才四年级就可以做出一副牌啊，也是很开心。那他们应该也是非常开心，因为他们玩到了可以教，玩到游戏，他们本来就很开心，然后又可以学数学，不用像是一般上课一样。好。